前，吴佩珊、王丽人、雨婷等一同现身台北某录影棚录制新微型节目，现让三位女艺人一同大秀傲人上围，并摆出性感姿势让记者拍照。采访中被记者问及接下来有何工作计划时，吴佩珊透露目前在筹备个人全新专辑，希望能尽快与观众见面。然后我现在也在筹备自己的全新的创作专辑，希望很快的可以和大家见面。另外，情人节刚刚过去，被问到如何度过昨天的情人节时，他表示因马上会发行一首单曲，所以昨天在拍摄 MV。我在工作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马上跟顺哥有一个新曲要发行，所以我们昨天刚好就在拍 MV 这样。好酷哦。